好，我是爱丽青蛙。听说新的了青蛙水池非常非常干净哦，我一定要去新的了青蛙水池玩了。哼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的水池是很干净哦。不过爱丽青蛙的水池听说好多好玩的东西，那么我也要过去哦。你的水池太干净了，我还是去这边好了。那我要去你的水池，不过太脏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还是要去？什么意思？你刚才不是说要我的水池太脏了，也想去我的水池啊？对啊，不过也很嫌弃了。我什么嫌弃啊？就是好像有很多鱼。我觉得好的是，我觉得一模一样啊。OK， 那开始吧。首先要。感觉怎么样？还可以啦，抓了很多鱼。新的青蛙已经赢了，对、啊。那这次呢，艾丽青蛙一定要去你的水池了。好，快点过来吧。OK， 那开始吧，开始。这次的游戏呢，就已经算是新的青蛙赢了。不过要艾丽挑战能不能到这个新的的青蛙水池呢？艾丽青蛙，快过来吧！啊，这也太没意思了，你也要玩嘛？好了，我觉得也没意思了，给你再来一次机会。OK， 好。这个地上不要往下停下，这样一定要放这边。不过这样往来往去这样才可以的，不过不要往下去哦，可以翻上去。对 OK， 明白是吧？明白。哦，这个比较难一点。哦，可以啊，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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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来呀。对，过来！哦，好棒啊！我这里这样更好玩哎！来来来，我等你。
吗？朋友们，今天跟艾丽青蛙和辛德莱青蛙一起玩的游戏怎么样？很有意思吧？